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Ariel，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。今天呢，我们来聊聊大家比较关心的关于移民收入的问题。那我相信呢，比较关注移民话题的朋友，或者是生活在国外的朋友呢，可能会时常听到一种说法，就是在国外想挣大钱很困难。大部分移民吧，可能都是维持一种所谓的小富即安的状况。那在北美呢，尤其是加拿大，挣钱的机会好像很少，跟国内这个热火朝天的形势对比，好像挺鲜明的。而且放眼望去，很多移民就说，哎呀，身边的这些朋友呢，也都是好像在为生存而挣扎，情况好一点的，有不错的工作的，也就是维持一个普通中产水平。那很多移民，尤其是在国内已经有很不错基础的这类移民呢，其实也是对这一点经常抱怨，觉得在国外都挣不到钱。那我这一期视频呢，就来跟大家揭秘一下我身边年收入过百万加币的华人，他们都是在从事什么样的工作，是如何做到的，那每个行业呢有什么样的特点。在这里我先说明一下，第一，我要讲的这些人群都是我身边的人，不是我就是道听途说来的，所以我可以保证它的这个真实性。第二呢，我排除了那些本来就有很多资产，然后过来海外这边做生意的这些华人。第三，我也不去聊那些白手起家，然后创业成功，有自己 business 的这些华人，因为就是创业它比较有特殊性嘛。我们就来看看这些普通的移民都在从事什么样的行业，而做到收入过百万加币的。第一个人群呢，其实也是大家比较熟知的一个群体，就是房产经纪这些 realtors。 那房产经纪挣钱多可能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我们还经常开玩笑说，这个宝马 X5 呢就是房产经纪的标配。虽然不可能人人都年收入过百万，但是可以做到的人还是不少的。我先来跟大家聊聊他们的这个运作模式吧。那现在比较流行的模式呢，还是以这个团队的形式，他会以一个大的 realtor 作为核心，然后下面是他的这个团队。那大 realtor 呢，因为他已经有很好的客户基础了，再加上各种广告的加持，就可以打造出一种明星效应一样，他一般都不愁接不到单子的。但是他一个人呢，肯定是忙不过来这么多单子的，所以呢，他就会把接下来的这些生意呢分给下面的团队里的人来做，然后呢，大家再来分这个佣金。但是如果这个客户呢，他是团队下面这些小的 realtor 自己找来的，他的佣金呢也是需要分给这个大 realtor 的。所以现在的这些房产经纪，一般有了一定的基础之后，他都会比较倾向于组建自己的团队。这样呢，它会形成一种金字塔的效应，就是你下面团队中的这个 realtor 越多，那你上面这个大 realtor 的收入就会越高。那怎么说呢，对于刚刚进入这个行业的 realtor 来说，自己单打独斗去开发客户可能刚开始非常困难，因为你意味着没有客户就没有收入。所以很多人他会选择就是一开始挂靠一个大的 realtor，尽管说是要跟他做这个业绩的分成，但是呢也是建立自己客户的一个办法。然后呢，等他自己慢慢做起来了之后，那有些人呢他可能就会选择脱离这个团队，然后成立自己的团队了。另外，房产经纪收入高呢，要归功于一个非常大的原因，就是近十年来加拿大房地产的一路高歌猛进。那房产经纪的佣金，它是基于这个房屋的成交价钱提取一定的比例，所以加拿大这几个大城市房价的疯狂上涨，它直接就造就了佣金的上涨。还有一个原因呢，就是所谓的近水楼台先得月。那房产经纪常年在这个房地产市场里面，很多人他自己呢也都会跟着就是炒炒房什么的。那在这个房产最热的那几年，我是见过有房产经纪他一年之内可以转手好几套独立屋的。那想进入到这个行业呢，其实也并不是很困难，只要能用英文考过他的这个从业执照，然后定期完成他们的课程就可以了。因为这些年呢，大家都看到做这一行比较赚钱，而且门槛比较低，所以每年其实是也是有大量的华人涌入到这个行业当中。
那第二个人群呢，就是房屋贷款经理。房地产市场的火热，它自然也会带动了这个房屋贷款的行业。那大家在我其他视频里面应该也听我提到过，就是房屋贷款经理呢，其实也是华人聚集的一个行业，而且做的很出色的不在少数，年收入几十万加币的挺常见的，我身边呢也有这种过百万的。那贷款经理呢，一般分为两种，一种是它是受雇于银行的，就是银行自己的贷款经理。那这种贷款经理呢，他只可以做这一家银行的贷款。那另外一种呢，它是就是完全独立的贷款经理，它可以代理市面上许多家银行和其他贷款的机构。那这两种房屋贷款经理呢，都是没有底薪，完全是靠佣金的收入。相比较来说，独立的这种贷款经理呢，他获得这个高收入的潜力更大。但是受雇于银行的贷款经理相对来说因为背靠着银行的资源嘛，他的这个客户源呢可能就相对来说比较稳定一点。那这个行业同样其实门槛并不是很高，如果你选择是加入银行的话呢，就需要走银行正规的这个招聘流程啊，简历啊，面试啊，是逃不掉的，但是你不需要去考这个专业的从业执照。如果是选择自己出来单独做的话呢，就是需要考行业执照的。但是这里我想特别说明一点，就是我所见到的这些收入过百万加币的贷款经理，他除了有很好的客户源之外呢，确实专业知识一定要过硬。那这个原因主要是超高收入的那些贷款经理很多都是做商业贷款的。第一，商业贷款呢它数额庞大，至少都是百万或者是千万起。第二呢，商业贷款它的这个复杂程度要远远高于做个人贷款，它需要涉及你对商业模式的了解，对它这个公司财务状况的了解，然后呢你要以此为公司设计这个最优的贷款方案，同时呢你还要了解这个市面上不同贷款机构的贷款政策，最后做成一份计划书，然后给不同的贷款机构。之前呢，我就和我一个做商业贷款的朋友聊天嘛，他就说他在帮一个客户公司呢做一个这个买这个商场的贷款，然后他说他熬了两个通宵，把那个商场里面所有商户的租约都看了一遍，那更别提他其他花在这个研究公司财务啊，还有做这个贷款计划的这个时间了。所以说这个还是需要比较好的基础的，比较好的英文啊，商科的基础，至少就是你要看得懂这个财务报表之类的。最后年收入过百万加币的人群呢，是这些 investment advisors。怎么说呢，这个群体给人感觉相对低调一点。一般我们看这个华人朋友啊，身边总会有几个房产经纪啊，然后认识几个做理财啊，保险的。但是好像投资顾问就相对比较少。可是大家可能不太知道的是，这个群体真的很有钱。我这么说听起来好像很俗气哈，但是我记得我刚开始在银行上班的时候，还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小 teller。结果有一天呢，就突然来了一个中国阿姨，她走到我面前，递给我了整整一沓的地税单要付。然后我当时一看，里面有十几套房产全部在她的名下，都是她投资的这个物业。那作为当时刚踏入社会的我来说，整个人就震惊了。后来我 manager 跟我讲说，这个阿姨呢，她是我们银行的 investment advisor， 做了很多年了，但是呢她还不算是那些 top sales。 后来呢我又在工作当中陆陆续续接触到了很多这种投资顾问，也就有些见怪不怪了。那我记得我们银行的一个金牌顾问，他的这个操作模式是每年会回国去不同的城市做各种的讲座呀，宣传之类的，针对的都是一些富豪。然后他在讲座当中可能会讲，比如如何进入顶级私校，如何资产配置等等，借此来扩大自己的客户群。那进入到这个行业的门槛呢，相比较房产经纪啊，或者刚才讲到的贷款经理呢，是要高一些的。首先也是要考过这种各种从业执照，另外呢也必须要对金融市场有非常好的了解，因为你是帮别人做投资嘛。我见过的华人比较常见的做起来的模式，就是他一开始呢会做这些大佬的助理，然后跟着这些大佬一边学习一边熟悉客户，然后有一些呢是等到这个大佬退休了，他自己可以接盘这个 portfolio，
那有一些呢是自己做得很成熟了，就可以单独出来做。这个行业的淘汰率也比较高，而且非常容易受到股市波动的影响。在大盘不好的情况下，那大部分的客户都是在赔钱的。作为这个投资顾问来说，要有一颗非常强大的心脏，才能处变不惊，稳住你的客户。刚刚聊的呢，这几个年收入过百万加币的人群，倒不是说就是从事这些行业的都能有这么高的收入，能过百万的毕竟是行业当中的少数，但是就是你身处这个行业呢，是有这个可能性的。就算没有过百万加币，有个十几万啊，几十万还是不少人可以做到的。但是我想说的是，就是这么多人抱怨第一代移民呢很困难，那这些成功的人他们又是如何做到的呢？我们可能不能只看到他们的成功，我觉得成功背后的原因其实是更值得去思考的。对于移民来说，在异国他乡一切要从头开始，你没有人脉，没有资源，那他们的成功是完全靠自己的努力打拼出来的。这些人没有一个是出道即巅峰的那种，都是从最基本的做起，然后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。那这些人呢，我发现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，首先就是他们愿意放下过去，然后重新开始，不害怕在新的领域当中重新去学习。其次呢，他们确实有比较强的这个学习能力啊，适应能力，可以迅速调整自己适应这个新的赛道。另外呢，他们确实有胆量去挑战，同时也很脚踏实地，就是如果他们有一个想法，然后想好了就会去付诸行动，不会说太担心这个担心那个，然后还没开始之前呢就给自己设置很多障碍。那我们今天讲了这么多所谓的成功人士的事情，但是大家好像看一看身边人呢，大部分还是过着非常平凡的所谓的小富即安的生活。那我其实个人是见过有些移民说起来就是海外移民的这种状况，多少呢是觉得有点不屑，似乎这些移民就是主动放弃了可以大富大贵的机会，然后甘于平庸一样。但是我个人觉得吧，他有人呢就是喜欢过这种简单的平静的生活，人生不一定要用出人头地实现阶级跨越来定义。有些人当白领坐办公室，有些人自己动手能力很强选择做蓝领，那大家都是用自己的劳动来挣钱，谁也不比谁差，谁也不比谁高一等，然后每个人都可以享受自己的人生。我觉得这个社会不就应该是这个样子吗？每个人呢都有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权利，他有些人不喜欢承担太大的压力，我就想做一个朝九晚五的稳定的工作，挣的不多吧，但是也不缺乏。所以我看到就是可能这个真正的问题在于，既不安于平凡，又不愿意付出，同时呢还没有过硬的技术和能力。这个基于时代红利积攒下来的财富呢，生怕丢失，在海外依旧希望可以借势而为，但是却发现完全不再是自己熟悉的那个环境，就很无奈的只剩下这个满腹的抱怨了。今天这期视频有点长哈，跟大家聊的呢有点多，我之前的视频可能偏信息类多一些，今天这个视频就是跟大家聊聊天，说些好玩的事情，也同时多聊了一些我自己的感想吧，比较主观一些，能看到结束的都是我的真爱。那今天呢就先聊到这里，还是欢迎大家在下面踊跃的留言，如果喜欢这个视频的话，麻烦点赞转发，然后订阅我的频道，我们下期见了，拜拜。